很多人会说，你把 bio 弄得再漂亮，再天花乱坠，又有什么用？它既不能代替你缺乏的知识积累，又不能代表你有什么真知灼见的独特观点，更不能鼓起你上麦的勇气，不能圈粉，简直积累。各花入各眼，它只是一个装饰，一个点缀，锦上添花，或者是狗尾续貂。反正呢，是给了我动手的机会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练练手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李四里的苹果树。很简单，首先要准备VS Code， 这个就是跟笔记本差不多的码农经常用的东西，还有就是资源网站 Pinterest。你看我这两天可能搜索的多了，它上面全都是这种我们需要的、正需要的、bio 里需要的图片资源。搜索 picture art， 最好再加一个8-bit 这个词，那么就出来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动手做一个苹果树，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既然是站点叫苹果树，那就拿苹果树练手。好，图片另存为，保存到本地之后呢，最好裁切成我们需要的大小，上下左，上左右，最好是留一个白边。16列是 bio 里面的最大值，16列啊。然后行数的话，从就高度的话，它是基本上没有限制的，也可以测试一下，我现在还没测试。行数如果列数如果超过16的话，它会错位，会乱码。这个制作过程呢比较苦逼，一个一个数，然后按照那个表情符号里头的那个色块填充进去就可以了，按照这个图片为参考图填充相应的色块就可以了。表情符号的显示方式 Win10 的情况下是 Win 键 Windows 键加上分号吧，就是冒号下边那个一起按它就弹出来了。而操作方式是这样，这里我们也可以快进。好，收工。剩下的就是把这一部分的图片用微信也好，或者是用 QQ 也好，反正是能传到手机的东西传上去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图片一张 VS Code 就可以完成了。还有就是表情符号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分加分号。还有就是我这边准备了一个自己做好的示例网站李4里.com， 在这里直接复制下来粘贴到 bio 里头就可以了，简单全选以后拷贝，然后都不用微信，直接打开 bio粘贴，复制粘贴就可以了。